如果不慎落水，又不会游泳的情况下，人在水里的体位是这样的。浮力好的人，下巴壳可以露出水面；浮力最差的人，额头可以露出水面。我给大家演示一遍。千万不要惊慌，本能的用手来回乱抓，只要手一离开水面，人的体位就是这样的。我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只要手一离开水面，身体就会沉下去。这正确做法是应该不要惊慌，闭气抬头，双手置于胸前，仰头吸气。保持呼吸，等待救援。如果还有能力，双手摸着自己的身体往前伸，吸气，身体就会飘起来。保持平衡，保持呼吸，等待救援。如果还有能力，大声呼救，有人落水，拨打120。此时此刻，双手切记不可离开水面。如果离开水面，人的体位下沉。我演示一下给大家。